您不进去跟舒白少爷说话呀？我懒得理他。你跟我一起走。 过来，还是您过去看他。让他睡吧。哎，陆爷带钮小姐来敲过门，钮小姐说不管多晚，她都等您要跟您说话。天明她就走。知道了。 舒荣的理智告诉他，他将要做出的决定将是唯一的两全之策，但同时，他的感情也告诉他，这个决定伴随的将是永久的痛苦和无尽的相思。 送钮丫头回京城，送到镇头，舒白也在。您说什么？陆书白，他在香木镇。您跟着一起去吧，正好好好的跟他说说话。他这一走，以后恐怕就不会回来了。 小姐，您就这么着让钮丫头跟舒白他走了吗？纽兰愿意跟他走，那您日后怎么办呢？我有许天。哎，你当真要走？ 去找舒白，你准备到哪儿去找他？先去京城看看，如果找不到，再想办法。要是在京城找不到他，或者他。
已经死了呢？不会的，不会的。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他是死是活，我都要找到他。他对你就那么重要吗？是，没了他，我活不了。带着这封信，如果你见到舒白了，就把他交给他，以后我就叫人送你走。芙蓉姐姐，谢谢。这次就算白来，给舒荣添堵，还不如没音信儿了。我跟舒荣约好了，在镇东头见。喝多了吧？我们一起走。少喝点。走了。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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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去啊？送舒白。不差人送了吗？不放心，我得跟着。你去更麻烦，万一有什么事儿，咱们家脱得了干系吗？我就是怕出事儿啊。燕儿，快点，走走走，你小心点儿。嫌累啊，累呀、啊！我们办完了差事，立马就走了，碍不着您事儿。这可是徐家的马车，所以我说嘛，不碍您事儿。方爷，可要是您非得跟着趟这浑水，那咱这脸可就撕破了。方爷，我们也是公务在身，没法子。要不您把我们哥几个给卸在这香木镇，那得看爷的心情了。下车。舒荣，别怕，有我呢。徐家少奶奶？哎，不能啊，这少奶奶这深更半夜这是去哪儿啊？我们要抓的那是乱党死囚陆书白。怎么就你一个？嗯，这空车要上哪儿啊？到山西接人。坏了，走！翠儿，舒荣呢？问你话呢。走了。这。陆伯，你要送我去哪儿啊？法治，太治，镇子东头。这一下
是替老爷打的，我这一下是替树荣打的。我爹，我替你打了，还有我，愣着什么神神哲哲？ 还是不笑，老爷，我等你回来。两个苦苦相思的有情人，终于相见了，千难万险，千辛万苦，都在顷刻之间冰消雪融。也就在这同一时刻，两人同时体会到了殊荣的良苦用心。 芙蓉呢？哎呦，我哪儿也不会去。放心，一辈子就在这个院子里了。 信使，你已经和纽兰天涯海角了。临别之际，能再见你一面，我也知足。时至今日，你我恐无机会再见了，我便还你一个自由吧。这世道，祖宗留下的规矩，已经颠倒的差不多了。那么休妻。 修夫了，故你原来是入赘许门的，今日我便将你休了，以后便可不必再见了。愿你和纽兰相互善待，安安心心，安安心心的长相厮守。我与纽兰相比。 你对于他更重要，他为你可以抛下一切，甚至性命。而我还有香屋镇，有徐门，有君子堂，还有更重要的，任其一样，就足以让我定下心来，不去想随你远走高飞的事情。所以你放心的走吧。 怀着你那颗要尝试一切的心，带着愿意陪你尝试一切的他，不知道还能与你说些什么了。便祝你一世静好，路途安稳。只要一切安好，我心里便是安慰的。读完舒荣的休书，舒白和纽兰相对无语。 此时此刻，说什么都显得那样多余，说什么都不能与舒荣那棵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的心同日而语。都走了，我真恨不得我。您早点回去歇着吧。
怎么改呀？以前您是怎么叫我的？叫大小姐呀。以后还是这么叫吧。大小姐，陆博，到那儿歇着吧。哎，秋实，你说的是真的吗？消息还没有得到确认，只是听说梅校长下了决心要解雇你，不过还没有见到正式的通知，也许还有缓吧。你不用安慰我了，楚成，想开点，凡事往好处多想想。你说，我怎么就这么难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难处，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楚成，我还有课。就不多陪你。梅校长还说什么了吗？没特别说什么，只说以后请司长还多关照一下燕大。司长，曹大善的秘书在楼上，一会儿我来办公室里见你。下午再说吧。这么大谱，下午我就没时间了。哟，燕大解聘了，也好，以后专心仕途更有发展。一个穷教授，徐司长怎么会稀罕？你有什么事说。刚看了燕大的解聘信，就看见5000大洋，刺激吧？这是什么钱？给你的钱。给我？为什么要给我钱？曹大帅选总统，议员们投一票5000块，这是你那一票的。算是贿选吗？要没有这5000块，您这一票要投给谁呢？没想过吧？其实投谁不投谁还不是一样，关键是你有这一票的权利。现在知道国会议员的好处了吧？不投行吗？可以，但没您这票，估计也改变不了什么。大家都收了，徐司长收着吧，走了。秋实，出来陪我喝酒。
这笔钱，你还是收了。恭喜恭喜，恭喜发财，而且还是一笔不小的财，啊！东西东西，喝酒。 想不明白，舒城，你说你拿这笔钱，心里就没愧吗？国民议会是什么？是民主参政监政的机构，那怎么就成了为军阀敛财的工具了？我从来就没觉得自己是什么。 他们从来也没为任何政府工作。听听听听啊，徐书成，徐大教授，说粗话了。来，请。1919年，我留洋回。 满腔的热情，我本想开国民的心智，树国家的风尚，可我没想到会落到如今的样子。国民政府推翻了清王朝，我们本以为能建立几个民主共和的政府。 可是国民议会却利用国民政府去贿赂选举，选出民国大总统。国民政府和前朝有什么区别？书成，书成，啊，下来说。书成，下来。那你觉得啊，问题的根本所在呢？ 心里知道，国民假使我们的国家有一天我们的国民可以意识到他们应该为自己应有的权利去争取的时候，国家就强大了。舒城啊，你现在不做大学教授了，又辞去了国会议员的职位。 将来有什么打算？舒白，你喝多了。 选择了激流勇退的舒城，踽踽独行。
信念、追求都已经成了过去，他感到无比茫然。看着脚下的这只风筝，舒城就像看到了自己。他现在不就像这只断了线的风筝？是你的吗？那我帮你把它捡起来，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谢谢？后拥奔回红墙之内的那位主子，舒城不由得在心里问自己：同样是失去，而自己以后的归处会在哪里呢？内队缴械，窃国贼曹锟交出国印，欲有抵抗，就地处决。出事了！出事了！干什么？干什么？慢点吧！这皇宫，清训帝出宫是内阁议会的决议，负隅顽抗者，杀无赦。都给我闪开！这儿了，这儿不是你该待的地儿。你要干什么？干什么都和你没关系，你赶紧走。你不要把皇上撵出宫去吗？皇上？什么皇上？谁的皇上？舒城，现在是民国了，世上没有皇上了。刘团长，别跟这些一老一少啰嗦，上面还等着我复命，抓紧点。是。准备。成，你别在这胡闹！别胡闹！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清皇帝出宫是已经定了的事儿，谁也不能改变。定了？谁定的？是你们定的还是皇上定的？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真正在乎定了的事儿？民国初期，也是你们定了和皇上的补偿条款，现在又是你们定了让皇上从这儿搬出去，定了。现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就是定了的承诺。你什么时候成保皇党了？你再这样胡闹，再不走，连我也保不住你了。言无信，行无道，贪婪成风，腐败成群。这样荒唐的民国建立起来又怎么样？这样荒唐的世界，我就算活不了了，又有什么遗憾？舒城，你疯了吗？团长，别跟这些人啰嗦，准备射箭。预备。快跑！
书城的命，同时也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宣告了那个时代的结束，并且预示着书生们的命运将再起波澜。先生您好，您的请柬。啊，我们不是来参加活动的，我是真井先生的朋友，烦请通报一下，在下陆树白。对不起阁下，今天是我们满洲大东亚共荣教育界同盟联谊会，您的私人会晤请择日再来。实在抱歉打扰了。在下陆书白，与真井先生同是山崎静思老师门下的学生。我的老师给了我一封信，想让我交给真井先生，不知道阁下是否能代为转交，我想等一个回复。交给我吧。卢さんたちは今どこにいる？下の階にいます。卢さんたちを今すぐここへ連れてきてくれ。二人とも突然訪ねてきたために招待状がなく、そのためこの中までは入ってこれません。若没记错的话，在恩师六十寿辰的宴会上，我们还曾小叙过。是是是是，哎，一别已经是数年了，真没想到，前辈现在已经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并且为大东亚共荣做着巨大的贡献，叔白真是惭愧。啊，不知道恩师托叔白带来的信，前辈是否看过了？看了看了，真是让我感动，能在异国他乡受到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关怀与问候，真是三生有幸，万分感激学弟的劳苦。应该的。这位是？哦，忘了介绍，这是我太太，也是咱们的校友。前辈您好。在恩师六十寿辰时，夫人也应该去了吧？对对对，是的是的，去了，只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成亲。我记得上次所有的女孩子都穿着校服，唯独一个中国女孩子身着美丽的旗袍，坐在书白的身旁，想必就是夫人您吧。前辈真是好记性，居然还记得我。我记得当年您就夸奖过我的旗袍。那么我想今天的这个礼物应该是很合适的。记得那年的宴会上，你也是携夫人去的。夫人的身材与我相仿，所以特别定制了一件旗袍送与夫人。前辈，怎么了？是这样，我的夫人已经过世了。实在是抱歉。实在抱歉。太遗憾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八个月前，在大东亚圣战的转移途中。实在太对不起了，都是我的礼物勾起了您伤心的回忆。没关系，其实夫人在世的时候，我是很想看她穿旗袍的样子。其实我们这次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老师托我给前辈带了一件贵重的礼物。什么礼物？在这恐怕是不太方便。那二位请随我来。好。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この件は知らされていませんでした。真面目なのはいいが、場合にもよる。お二人は私と妻の友人なんだ。老师出案上的宝物。是啊，这是老师父亲从中国带给老师的一方古砚，可是圣战开始以后，老师就不再用它了。老师恐怕和前辈还有叔伯持不同政见，因为老师常说大东亚共荣应该是相互的尊重，而绝非是战争。前辈，对不起，打扰一下，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刚才突然想到，能否为您试穿一下本来要送给嫂夫人那件旗袍，以示我们夫妻俩对嫂夫人的一种缅怀。真好，非常感谢，无以言表。那夫人，请。请稍后。难得老师的一片情谊呀。是是是。老师特地嘱咐我，让我把这样宝物交给前辈，一是希望前辈依旧能够睹物思人，记住老师的谆谆教导；二是如果有一天前辈回了日本，老师也希望把这样中国的东西依旧留在中国。不知老师现在的境遇如何？不太好，前辈一定知道，像老师这种人在本土被称作做派。老师毕竟是个文人呐，但我作为军人，我相信圣战一定会取得辉煌的胜利。叔伯想的跟前辈一样，这样东西价值不菲，前辈把它收好吧。你要尽量的快一点，前辈一会儿还有公务，咱们千万别耽误他太久。好的好的，马上就好。旗袍穿在夫人的身上，那真是太美了。前辈，就让我们夫妻二人用这一番心意来告慰夫人在天之亡灵吧。谢谢。将军，您该准备讲话了。啊，前辈公务繁忙，我们就不打扰了。那我们告辞了。哎，不不不，先别走，我邀请二位一起参加舞会，等活动结束后，我们再好好聊一聊。好，那我去把衣服换下来。不，夫人，您就穿这身旗袍。也好。
衷心的感谢大家的光临。今天来的诸位，都是曾为了大东亚共荣所做出贡献的有识之士。真景为诸位所做出的努力，向大家表达衷心的致敬。今天我现在就可以动手。那么仓促也太危险了吧。早晚都要冒险，这是最好的时机。也是。让我们大家举起杯，为了辉煌的大东亚共荣事业，干杯！干杯！我加两块冰，谢谢。你在上面讲话的时候真是风度翩翩，有大将的风度啊。夫人过奖。这身旗袍穿在夫人的身上，真是体现出了一种古典的。谢谢，本来这个旗袍也是出自大家之手，就是想送给夫人。哎呀，对不起，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没关系。哎，陆先生呢？他去卫生间了。将军阁下，我有没有荣幸陪您跳一支舞啊？看尽烟花，临水落。你睡心窗，闻到人世间，谈评论语，问苍天。先生腰上只胸宽。是故里风景暗，咫尺天涯，何时才得见？斜风无语相思弦，清风不知愁空山。花开又是惜花落，不忍临行斩花当年，不等煮酒凌云，知书生敢为天下先。人间正道转经年，沧海桑田，笑看风云变。花开又是夕花落，故人临行把盏花当年，孤灯煮酒凌云，知书生敢为天下先。遥想当年一说尽烟花。